车辆。16号凌晨12点多，一名侯姓男子和其他3名友人在高雄市古山区雄峰路上聊天，聊着聊着正起劲时，突然间一个白色不明物体从天而降，可以看到高空处突然砸下一个不明物体，停放在一旁的白色小客车车顶马上凹陷，接着掉到地面碎成好几块。警方到场后也将一块块碎块捡起来。现场无人受伤，为马克杯砸中侯男所有之自小客车，造成车顶轻微凹陷，车主表示不愿意提告。事情就发生在高雄市古山区，四个人在路上聊天，但疑似因为音量太大了，影响到附近民众。一气之下，楼上住户先是往楼下泼水，接着更把一个马克杯往下丢，当场击中路边车辆。所幸没有波及到民众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目前警方已经将生物带回，全案还在调查厘清当中。